主日早晨平安，平安。一早晨，我们先一起来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在敬拜前，我们先把我们心对焦于神。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所以我们也给神最大的掌声和欢呼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数到三的时候，把你最大的掌声和欢呼给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！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！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！我们来欢呼我们的神。荣耀在这，你的意志，你的同在，将天朝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朝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朝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
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。要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一同再降下来，宣告将天，将天敞开，你一同再降下来，将天，将天，将天敞开，你一同再降下来，再宣告，将天敞开，你一同要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一同再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天上地下，和你敬拜。哈利路亚！万物归属基督，圣洁羔羊。羔羊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欢迎你，你十架的爱何等奇妙，挽回我们了，是挽回我们了。如今我们站立在这里敬拜你，是奇妙的爱，是主你奇妙的爱。这样，愿你的爱今天来触摸我们每一位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被你完全的洁净了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，生命在十架上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伤，无尽恩典我心感恩。十架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洁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。十架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我重回
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，是耶稣的爱，他领受他释迦的爱，是你来开口来领受他释迦的爱，让圣灵来浸泡，让圣灵来充满你，是来领受你完全被洁净，是因那奇妙的十架的爱。是你可以张开你的双手说，神，我要主你的爱每一天来充满我，每一天我来领受神你救恩的能力，十架的爱。歌唱十架的爱，是的，十架的爱每一天活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你深深的先来爱我们，你的爱来充满我们，跟此圣灵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天因着主的爱来越来越有主你的样式。主啊，我们渴望来说，我要更像你。主啊，愿你做成修剪的工作在我们里面。主，我们来呼求圣灵，现在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降服你。主，你来做你奇妙的工作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如此温柔圣洁。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。哦，主，
使我能更像你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慈爱怜悯，耶稣，谦卑自己为我舍命，哦主，我愿更多像你。这个时候我们来敞开你的心，让圣灵来带领你。你说，圣灵来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炼净我，烧尽一切的邪情私欲，让我今天单单的来敬拜主你。说，圣灵来充满我，像大水一样充满，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，充满我心深处，不停涌流，愿神灵亲近充满我，使我自由，使我自由，让你爱来生
主圣灵，主圣灵如大水来充满浇灌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圣灵来渗透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专心来仰望渴慕你的时候，主你就要做那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完全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你。主啊，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来领受主你的爱，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。是的，没有分心，紧紧的跟随你，圣灵来帮助我们领受这福分。同心合一，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